是未成年。嘿，哎呀，好久没玩绝地求生了，真的上来就是干头啊！今天来给你们打一把 double 啊、就是双人啊、双人的意思，双人嘛就是两个人啊，不是吃鸡毛不存在，虽然我这嘴巴吃过鸡毛，不是，但是啊，毫不影响我的走路的姿势啊，走路带风啊，还有我的操作技术。来，走你啊，这咋有点卡呀、啊？哎，这人哇，真的小哥哥，你锤我搞啥子？你信不信我打死你啊？呜呼，哎，来，先过来拿几把枪，高兴一下啊！我要这个 SK， 哦 ，S12K， 哎呀妈，爽刺激！我还要这个，M4，哎，对了，这两把枪给我就是比较有感觉了。啊出啊！你再捡，真的打得你头皮发麻，头皮炸裂，头皮都没得。哎呀妈！来看好啊！哎，我甩！没子弹了！妈呀！哎，玩喷子要会甩，跟着人甩这样。我出啊！出啊！哎，刺激！哎，我玩这个 M14， 我还不太会，因为我还在研究这个弹道。哎呀妈，飞机咋就开了？开始了吗？已经结束了，我有点怂啊，咋办呢？哎呀妈！要不我跳这儿吧，跳 S 层 ，school 学校啊，学校啊，我们跳学校 ，nice， 哎，来走你，哇，真的头皮发麻，头皮炸裂，头皮都没得，准备啊，三，五，一，走你，出啊，哎呀妈，学校在哪呢？哎，在，哎，在脚下，小哥哥看到我。我带你去装逼啊！不对，我带你去吃鸡哟！这不要吃鸡毛就行了。哎呀妈，来走你啊！看我的360度高空旋转，这些人想跟我跳伞啊，想跟我比跳伞是吧？真的，我跳伞啊，摔死这一块我谁都不服。不是啊，跳伞这一块我谁都不服。来走你，我他妈要落学校，这么多人落学校吗？哎，那你们去学校吗？我还是随便找个地方躲起来吧。哇，真的这么多人落学校干嘛呀？真的跟我抢什么位置吗？抢什么高科技动作吗？哎，拐球，跳伞没跳好。哎，快走！哎，我们要去那个房子，旁边这两栋人。哇，好多人，真的！拐球，快去拿枪！哎，门，有没有枪？急救包 ，nice。我队友开车呀、啊，我队友开车过来干嘛？他来接我吗？哎，拐球，有人追着我队友，哇操！哎呀妈，哥快找枪干了呀！哎呀妈，惨了，他死定了！哎呀妈，他没看到我，哎呀！太难受了，他竟然没有看到我。哎妈，他们应该不会来这屋子吧？
基督给你炸翻球，哎，我们在安全区附近，哎，队友已经死了，哎，不过我们现在很牛逼。嘿嘿嘿，哎呀妈，老铁啊，难不难受啊？被我拿撬棍是不是？我们就躲这儿行，看着屁股后面，咦嘿，哎，我感觉我阴这贼牛逼啊，谁要是来我当场就给他两枪干死，两枪爆头 two tack 啪啪啪，你怕不怕？哎哎呀妈，不行，得先进安全区，等他们跑了我再跑球，我现在都不晓得他们在哪边，我现在只能躲在这个房子，在这里猥琐的一匹。哎妈，人呢？人呢？小哥哥，你在哪点？你不要躲猫猫，我们两个决一死战，好不好？哎妈，你倒出来呀！我真的，你不出来我就要出来了哟！哎呦，你不出来我就出来，真的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走，飙车时间到！哎呀，哎呀，不要打脸，不要打脸，真的，小哥哥，不要打脸，不要打脸，让我飙一下车吗？啊！哎呀，追不着，追不着，很难受哎！飙车一族，请叫我飙车男啊！这辈子谁都不服，就服偷车啊！我像我这种的能偷车的，
你还有谁？真的？哎，还有谁？你要干什么？真的？来呀，互相伤害呀！哎，使用个绷带，先加一下血。哇，真的差点就打死球了，就差那么一小丢丢，我就，98K， 啊，打打打打打打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好吧，今天给你们带来一把绝地求生啊，非常的牛逼，你看到没？对面直接被我用撬棍直接撬死，我这撬棍男真的，撬棍第一人，还有谁？没谁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，记得给我订阅、点赞，给我么么帅，给我么么哒啊！记得每天保持微笑，我是微信连，拜拜。